这是老孟头给你做的。他说，你打小就爱吃他做的肉。 等天亮了，对你执行枪决。有啥话想留下，你跟俺说。请你转告资方。 我苏建才辜负了天下人，但是没有辜负他。就这些啊？你辜负天下人，你又辜负资方。天才。 马英对你不好，俺们游击队上有人欺负你，俺是真糊涂，俺是真搞不明白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为啥？ 剑梅是你姐，老孟头看着你长大。镇江二虎、小董、雨田、大年，那都是跟你一起出生入死打鬼子的战友。你能做到不辜负子方，你咋就不能做到也不辜负俺们呢？俺想知道。 是啥难事儿，让你能忘了杀你爹、杀你姐，让你能和仇人杨大王八站在一块儿，端起枪冲着自己的兄弟，下得了手啊？你不会是非得把俺们都杀绝了，你才能做到不辜负你的子方。一个娘们儿，子方不是一个娘们儿，她是我的爱人。你爱个球啊！你就想知道这都是为啥？你跟俺说，为啥？ 尽力了，你知道吗？鬼子对我使用了所有的刑罚，所有的，打到我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，可我都没有屈服。鬼子给了我高官厚禄，我还是没有屈服。最后，他们对我执行死刑。 用枪顶着我的脑袋，扣动了扳机，可我苏建才还是没有屈服。队长，我死过了，我苏建才为抗日死过一次了，我问心无愧。可是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杨百顺剥光衣服，被奸污，最后还被鬼子砍头。我不能，我做不到，我受不了啊！ 鬼子对我执行了假枪毙，可我却真的死了。当我再一次睁开眼的那一刻，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阴间还是阳世，我只看到子房站在我的面前，像天使一样对我微笑，为我温柔而歌。当时，我突然就明白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值得我为之奋斗的。 是有子房，什么日本人，什么抗日救国，什么国民党、共产党都是假的，只有自己的爱人才是真的。哎，你不知道，后来我有多狠。 恨游击队，你们挡在了我和子房的面前，让我们天各一方，你们都杀光，子房才能终成眷属，才能逃离这个丑恶不堪的世界。戏文里唱的“外地来犯，男人当精忠报国”，这打小听的少吗？啊！你忘了你破衣拉撒从学校往回逃回来，饿的都晕倒在地上了，你说的啥呀？ 你要投军，你要抗日报国，建才，这摆在秃子头上的虱子这么明白的道理，你咋能糊涂成这样呢？ 这俺跟你讲个更简单的，俺就一人，你有哥4个，你兄弟不在家，俺冲进你家去，俺要霸占你的家，俺欺负你，俺欺负你媳妇儿，你咋着？啊？你听俺的，他说你帮着俺。 把你的亲兄弟一个一个给宰喽，完了俺就不欺负你了。这啥道理啊？这你不明白啊？你得回头找兄弟把俺打出去才行啊，要不然，你说你能帮着俺一块杀亲兄弟的人，俺怎么对你？ 没有尊严，俺想欺负就欺负你，俺啥时候想欺负你媳妇儿就欺负你媳妇儿。你爱人子房，你们俩好，那是俺们挡在你们俩中间呀，那是鬼子挡在你们俩中间。家，你和子方这小家搁哪儿啊？啊？都跟你这样，那俺们中国早就落到小鬼子手里了。中国人都死绝了，就剩你和子方了。 你想想，过啥日子呀？还不如死了好了。你是一个有脑子的人啊！你瞧瞧，你刚才说的是啥呀？俺不认识你。 你变种了，你变得俺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气死俺了你！够！够！别杀我！求你放了我吧！别忘了我救过你呀！ 在他老人家的份上，你放了我吧，哥！我都替你想好了，你放了我，给我一支枪，让我在你胳膊上打一枪，这样你就不会担责任。我保证不会回到鬼子那儿去，哥！我带着子方离开这里，去南阳，再也不回来了，哥！ 撒开！撒开！建才是爷们儿，就得敢做敢当，别临了让俺瞧不起你。 木头亲手做的，把它吃光，别糟蹋粮食。明儿个俺亲手送你。把叛徒、汉奸、卖国贼苏建才押赴刑场，执行枪决。当年俺俩是被拴在马屁股后面拖进城门楼子的，遭罪遭大了。哼，这次要是抓到东村啊，别把他拴在马屁股后面，甩他一身屎尿。都给俺听好了，这回攻县城，不但要把他拿下来，还得快。谁要是误了俺的事儿，别怪俺不客气。 俺和镇江二虎在训练所待过，城里的伪军八九有认识俺们的，所以联络郑进之同志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是。秀儿，城里便衣多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队长，我看我还是和秀一起去吧。我们两个化妆成父女两个，相互之间还可以有个照顾。 还不来联系、啊？看把你给急的！我能不急吗？我盼这一天盼了7年。县城要是解放了，咱们就再也不用忍辱受气了。是啊，不过这小鬼子还在1天，我们就要忍到最后一口气。荷花，荷花。 你怎么了？啊！我被同学打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们说我是汉人间的孩子。爸爸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当汉奸呀？为什么？宝贝。 城外东关街口杂货铺去，他在那里有要紧的事情找你啊。哦，对了，到时候啊，我呢会在门口放哨，你只要看见我在那里擦锅，那就是没有事；要看见我砸锅，那就是有情况，你赶快逃。好，到时候我去和小杨一块去，我俩分头行动。谁？小杨。哦，对。哦，对了，他叫云秀啊。 马英让他留在你这里，负责联络啊。走。有铁锅铁盆的修理。啊，苦了，受苦了，呀哟。 说了我，你把他是他给我的手，我的手，我回来了。司令，请保持军人尊严。刘少。 我心里难受，我心里难受。中村君，请保持军人尊严。我要回家，在我的家乡，全是好的农田，我很满满，一直扎呀！中村君，你这个样子会令你的士兵士气低落。我要回家。哦。中村君，你手里还有60名皇军战士。 我手里还有500名士兵，我们还有武装。只要有武装，我们就有前程，就有希望。你应该明白，你的大东亚共荣的梦想破灭，我的曲线救国的梦想也破灭了。但是，我们是军人，绝不能胆怯，必须为我们的生存战斗下去。 你是知道的，即使日本战败，你仍然可以作为一名战俘，全身而退，回到你的家乡，和你的母亲一起插秧、种田。回家，全身而退。 这双手上已经沾满了你同胞的血，你往哪儿退？中村君，你给我记住，这个就是我的退路。中国连年战乱，这里的战火不会因为你们的退出而熄灭。无数铁的士士告诉我。 在这块土地上，只要有枪，就可以生存下去，就永远有希望。刘桑，你是真正的军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激励我，身为皇军真实的尊严。 兵力空虚，必须要严加防守，以免八路军图谋县城。我一直深深地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：只有更加残酷的战斗，才有胜利的希望。刘桑，我愿意和你并肩站一起。 为了生存而战斗，我已经在城墙增加了双岗，命令尹队长和他的便衣队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，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分子。よし，よし。不过，以后。 要是再敢打我，我就会用我的战斗毫不留情砍下你的脑袋。是。哟，郑部长，哟，尹队长啊，这天都黑了，还出城啊？好，我去看看王二姑。 来，都是你看，中村司令啊送了一盒日本点心，快去给老太太尝尝。你可真孝顺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对了啊，早点回来啊，这年头到处都是游击队，不太平啊。哎，哈哈，谢了啊。哎，您慢走。你知不知道俺们那会儿？哎，我来对不起啊，来晚了，对不起啊，哎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哎呀，有一个尾巴刚被我甩掉。老张，这尾巴是谁啊？你们尹队长啊？尹队长，啊，就是以前刘正正的副官。 杨满顺走了以后呢，刘正正把他调到电一队当了队长。这小子眼睛够毒的，差点坏我事儿啊！马英，咱时间紧，说正事吧。来，坐坐坐坐。哎，马英，部队呢？都在思乡集结好了，一共有1000多人。 天一黑就往城边运动，拂晓前一定能到达指定位置。好，啊，我把城里情况跟你汇报一下。警察局啊，有10几个人已经被我争取过来了。等行动一开始，我先带着他们把西城门给拿下来。拿下来以后呢，我会在城楼上举起一盏红灯，一看见红灯，就带大部队进城。好，老郑，城里战斗力最强的是中村司令部的60多个鬼子。 我想让王二虎和赵振江先带一支小队，先行潜入县城，在司令部门口带3挺机枪埋伏，战斗一打响，先攻司令部，打他个屎壳郎上锅台，手忙脚乱。大部队一到，再发起总攻。嗯，好，这事儿我能办到。小杨，你能不能带几个人在南城偏门接应王二虎他们，伪装成送粮食的进城？好，没问题。司令部防守咋样？防守很严，要攻进去会有些难度。不怕。 俺有招。枪一响，韩天流的警备队必定要往外冲。警备队人多，我想在警备队门口。 先布置一些重武器，把它堵在里面，让刘忠正鸡窝里打太极，拉不开架势。部队以最快速度移动过去，把他锤死在院子里。可以，警卫队对面有我们一个联络点，我们可以先把重武器运到那儿去。好，4个区的游击队封锁住东南西北4个城门，防止溃散的敌人外逃。 挺好的锅，烫它干啥？啊，好吗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这个锅啊，表面上看着好，实际上啊，这个锅里边已经有裂纹了。这个油火一去啊，你看油火一去，那呲啦啦的往这火里头啊净浇油，不好，坏的你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生意怎么样？生意嘛，哎呀，马马虎虎了。走。 进去啊，选一下锅，走，里面有好锅，走去看一看。啊，不了。哎，不淋不要钱，铁口直断。回来了吗？人呢？让我下房了。马英，咱得抓紧。那个姓尹的不是善茬。嗯，大体上都差不多了。嗯，老郑，关键就是你了。俺们等着你，红灯一举，部队进城，这仗啊就打赢一半了。你放心吧。红灯，红灯好啊，听起来就痛快。老孟，赶紧的，赶紧放哨去。哎，红灯一举，大部队就攻城。 痛快，真是痛快他娘的，可痛快！咱们再把细节说一遍。嗯，啊，还有个事儿啊，能不能把云群同志留在我家？今天晚上啊，我把警察局的白局长警卫队的耿大队长都约到我家打牌。这两个家伙是个铁杆的汉奸，得把他们控制住，控制住他们，警察局和警卫大队就会失去大部分抵抗力。半夜呢，我还要找机会去攻打西城门。我怕我妻子一个人在家，控制不了局面。成，没问题。 大长，鬼子司令部的后门是啥地形啊？后门通着3条街道。俺合计好了，咱这回人多，安排一个小队守住1条街道，各个出口俺都给他封死了。嗯，小鸡吃绿豆，一个个来，光打不追，还要把鬼子慢慢给耗死。铁壁合围，对，俺得把这仇给报了。 老家伙，又发暗号报警了是吧？这屋里头肯定有八路，给我出！ 走，咋的？你知道外头什么情况？正门出去就是白给，走，从后门绕过去。 官了，咋还那么没头脑呢？那老孟咋办？咱们就眼睁睁让他们给带走了。你说咋办？现在俺们就是冲出去，能把老孟救回来，那晚上打县城的计划全都白瞎喽。城里城外上千人都准备好了，咱没退路了。只要能把县城打下来，老孟就死不了。不就是打县城吗？俺现在又回救人家，你敢站住了？你急啥？俺比你还急呢。 大部队协同作战，你说啥时候打就啥时候打，啊？计划一旦确定，亲爹亲娘死了都不能改变。老孟死不了，等红灯。走，走。老郑，怎么样？出了点小岔子。 有影响吗？还好，明天拂晓开始行动。好。哎，王志，这个白局长跟耿队长什么时候到？就快到了。哦。哎，一群同志，你会打麻将吗？会一点儿。好，我教你个任务。哎，是。发的发落。嗯，在那儿。哟，还是个老家伙呢。可不是嘛。来，队长，跟队长。 这老家伙是门口放哨的，他看见我，又是敲锅，又是关门。我一看就知道他屋里头总有八路在开会呢，我就赶紧带上人去抓。没想到这老家伙掏枪就打，打死了我一个弟兄，把八路全放跑了。那队长，还有一个人很可疑。谁？郑敬之。这么鼓掌。 有证据吗？郑敬之天黑了，一个人往城外边去，我觉着可疑，就跟着他，跟到这老家伙屋门口，他人就不见了。弄不好，跟八路在里面开会的就有他。郑敬之，这个人我一直琢磨不透。这样，马上把郑敬之抓了，跟这个人对峙。是。还有，事关重大。 马上通知中村司令，梁队长，我去，去吧。是。姓什么？小孟。叫什么？叫孟八路。孟八路，是个好名字啊。说说看。 开什么会？什么人在开会？ 行啊，上老虎凳。 小家珍。关心着爱家乡啊，乡亲们呐，乡亲们呐，抄起家伙上战场。这是咱们的一片天啊，这是咱们的一片天，这是咱们的大平原啊，这是咱们的大平原。小鬼子儿啊，太猖狂，了解就站起着爱家乡，乡亲们呐。 乡亲们呐，抄起家伙上战场！这是咱们的牛和羊，这是咱们的牛和羊，这是咱们的放上粮啊，这是咱们的放上粮！小鬼子儿啊，太嚣张，一撩就想起这爱村庄。